因此我哋喺度再一次警告所有现任嘅议员及其所属政党，要好好用一个谨慎嘅态度，运用佢哋手上面由公民所赋予嘅公权力，唔好做一啲有上限嘅争取，无下限嘅妥协，唔好做所谓嘅政棍。我寄望佢哋唔好再做任何一啲支持出卖香港人嘅议案，做少一阵卖港贼。青年新政絕對不會視任何賣港賊為同路人。議會的資源、公權力、話語權原本就是屬於我們香港人，失去了屬於我們的東西，我們就自己拿回來。我們不可以再靠那些思維素餐的所謂議員，這些事是難做，但應該做，我們要去做。我們青年新政的第一步，就是希望重奪屬於我們香港人的議會。我們要拿回屬於香港人的資源，確保區議會的資源調動用得其所，防止我們的區議會淪為利益輸送中票的工具，真正做到為公民充權。只要香港人願意跟我們走下去的話，我們就願意走下去。選舉其實原本就是有多少的香港人願意跟你一起走下去的，只要有這個聲音，有這個力量是跟我們一起走的話，那我們就會走下去。如果幾年前你問我或者場內絕大部分我們的戰友會不會自己做這件事，自己上前線打仗，我想我們大家都會答你沒想過。但是這幾年我們見到我們香港的政府，我們香港這個地方越來越荒謬。你想好好地讀書，他就整個國民教育你彈下；你想回家看電視，他就亂拍牌；你想收工落去落街食碗雲吞麵，都因為租金問題，你樓下嗰間雲吞麵檔可能變咗金鋪或者藥房。到2014年，我哋呢個政權嘅荒謬程度又去咗一個史無前例嘅高峰。半年前，我哋政府嗰隊配備催淚彈同埋其他具殺傷力武器嘅所謂差人，槍口指向我哋香港人。武力鎮壓一班手無寸鐵喺度和平示威嘅香港人，後來嘅事我諗大家仲記憶猶新。無疑嘅，雨傘革命苦撐79日之後，我哋攞唔到任何成果。唯一可喜嘅係我哋見到唔同嘅公民團體誕生，嘗試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去救香港。有人選擇喺社區實間細作，有人選擇街頭抗爭。我哋本來都只是一班無政黨背景的政治素人，我們經歷了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情，香港變到越來越不像我們所熟悉的香港，甚至是變到有些可怕。但是無奈的是，我們意識到我們的聲音是繼續被忽視，制度之內沒有人可以代表到我們的聲音。我們和很多人一樣，想香港可以改變。有人選擇救護，有人選擇勇武，而我們就選擇了重新議會。我們覺醒到管治香港的責任是不可以再假手於人，所以我們挺身而出，成立政治組織青年新政，去凝聚社會上和我們一樣求變的香港人，延續雨傘革命的自發精神，將憤怒轉化為革新的動力。我們從有這個概念去到籌組青年新政，短短只是3個月。我們都是沒有經驗的政治素人，但是這個反而是我們的優點。我們素人參政，沒有政治包袱，沒有政商同謀，我們只是希望可以保護香港，因為我們珍惜我們的家，我們的價值觀。大家都是忍無可忍才站出來的，我們希望可以盡我們的能力去扭轉這個劣勢。各位，當我落區的時候，我見到有不同的人，當知道我們是政治素人參政，就支持鼓勵我們。有個剛剛退休的伯伯還跟我們說，好，香港是應該要有一班新人走出來的。我們見到不論老、中、青，
都是有人期待住香港有一班政治素人走出嚟，為社會帶嚟一啲改變。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出發點。青年新政成立嘅目標就係想做一件事：議會革新。我哋會以公平公義、港人優先為大原則開始。首先由重奪議會，用一套由下而上的概念去加強民主化，並且在議會入面實踐本土路線。因此青年新政將會積極考慮參與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重奪屬於香港人的公權力和話語權，以創新的思維為香港的前景去作一個長遠規劃，將管治的權力交回給香港人。為什麼我們青年新政想做議會革新呢？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在議會裏面，我們的政黨他們組織和財政是不透明，他們溝通的方法，他們沒有一套有效的方法去跟市民溝通，甚至乎根本就不願意跟市民，即是你和我溝通。近年來保皇黨壟斷了區議會，利用議會的資源派蛇齋餅種，用來鞏固他們的勢力，包含的勢力就利益至上，贏不到索性放棄。我分不到這個是雞先還是蛋先的問題，但這個肯定是惡性循環。議會的資源、公權力、話語權原本就是屬於我們香港人，失去了屬於我們的東西，我們就自己拿回來。我們不可以再靠那些思維素餐的所謂意義，這些事是難做但是應該做，我們要去做。我們青年新政的第一步就是希望重奪屬於我們香港人的議會，我們要拿回屬於香港人的資源，確保區議會的資源調動用得其所，防止我們的區議會淪為利益輸送重票的工具，真正做到為公民充權。長遠來說，我們希望能夠各級議會展示我們屬於香港人的執政意志，確保香港未來有可信賴的執政黨，重新去定義憲制。同時我們希望打破保皇對永遠的反對派這個議員局面，香港其實需要一個第三勢力去為香港的前景做長遠規劃。青年新政並且寄望我們能夠同路人一起，在2019年我們可以重奪全港18區區議會，香港人不再需要給多任何一毫子那些出賣香港人的政棍去派蛇齋餅種，不再需要紅綠投票。具體而言怎樣做呢？我用四個字歸納，從下而上。代議士其實只是市民發聲的一個窗口，他們不應該亦都不能夠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去騎劫民意。一個理想從下而上的理念，我們包括三個部分。第一個 suggestion， 如果有足夠的人去關注這個議題的話，這個議題是應該值得拿出來去被關注的。第二個部分 discussion， 民主不是只得投票，不是只是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最重要的是確定我們投票之前有一個充足充分的討論，我們需要的一個論證的平台。第三個部分 decision，當我出席的討論之後，我們可以進行投票。這套由下而上的理念，我們首先會在組織內部試行，而當基礎成熟之後，我們很希望市民，我們的大家能夠一起參與去完善屬於我們的社區。我們的目標是做一個示範單位，告訴全香港人知道，如果我們重奪屬於我們的資源權利，我們應該怎樣做。假如我們重奪議會，我們一班政治素人只是想由香港人的本位出發，去捍衛高度自治，保護香港人的生存空間，行青年新政的本土路線。我們的本土路線分為三大部分。第一，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重新確立香港的國際地位，保護香港文化、正體字、廣東話、流行文化、法治體制、各種自由和權利等等寶貴特質，同時間重視我們的本土歷史，認識我們的居住地。第二部分，捍衛香港人的生存空間，
青年新政認為人口政策、住屋問題、學位、床位、自由行等等問題，其實這些政策我們都應該以香港人的利益為我們優先考慮。第三部分，經濟自主。香港經濟體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光一面，我們本身是有那個本錢做到產業多元。除了提倡本地科研之外，青年新政我們絕對鼓勵水電等等必需品以自給自足為目標，同時提高本地糧食生產量，反對經濟過分依賴單一境外市場，讓香港的經濟回復升入到適應的動力和光輝。香港作為一個擁有國際非凡的地位的一個自治城市，正處一個生死存亡的時刻，民主進程退無可退，本土文化和本土的生存空間每日都飽受壓迫。青年新政和近月成立一些的公民團體或者地區組織，雖然沒有長年累月的從政經驗或者豐厚的地區資源，但我們願意的是我們甘願付上青春，放下休息時間，甘願冒住白色恐怖的風險，為的就是希望力挽狂瀾，帶香港走出現今的困局。因此我們絕對不會參加一些傳統政黨的一些區選協調機制，同時也在呼籲所有傳統政黨為香港人著想，切勿偏執你們傳統固有的思維，拒絕面對時代變遷、人心求變這個事實，強求選民含淚投票，阻撓香港人最後一絲的希望。青年新政將會緊記住香港人曾經付出過的汗水和淚水，我們的所有決定將會以香港人的利益為最終依歸。因此我們在這裡再一次警告所有現任的議員及其所屬政黨，要好好用一個謹慎的態度運用他們手上由公民所賦予的公權力，不要做一些有上限的爭取、無下限的妥協，不要做所謂的政棍。我寄望他們不要再做任何一些支持出賣香港人的議案，做少一陣賣港賊。青年新政絕對不會視任何賣港賊為同路人。近年經常聽到一句口號，毋忘初衷，講的時候非常簡單，但如果抱住一個赤子之心去走這條路，實在一點都不容易。2014年，香港展現出一個史無前例的爆發力，為了公平公義這兩個詞語，無數香港人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去保衛住這片土地上的人和當中的核心價值。我沒辦法再想像得到，如果一個這麼巨大的力量、一個這麼重要的歷史時機都不能夠拯救香港的話，我們會不會再有下一次機會？香港的去路會如何呢？如果2015-16年的議會路已經去到掘頭路的話，我們將會攜帶下一代人。因此這一場仗我們不是單單為自己而打，這場仗我們是為香港的未來而打的。我們不想我們是50歲的時候才來後悔。這個正正就是我和青年新政一班團隊堅持的原因。最後好想借住這個機會，當住這麼多位媒體，向全香港人承諾，只要香港人一日願意和青年新政走下去，青年新政一定會和香港人走到最後。